风雨
因为伊今日无一直走游行，人伫遐跑进遐很多，才去听歌，才去唱戏。不过咱真关心台湾文化，啊，无来就走来才听歌咯。啊，等下听了吼，因可能还袂流行了，吼，才去来刷我一下。谁人讲的徐丕龙呢？又一个查某囝叫徐锦存，因查某囝较有名的款。其实徐丕龙名查某囝较有名。谁人讲的徐锦存呢？因为徐锦存吼，又一摆唱。 一块唱一块做出一块台语的专辑，吼、哦，还有一条歌，去得着什么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，诶，作词奖，方言就是谜底之地啊，这个方言啊，最佳方言作词奖，啊，迄个做这个歌词的人叫做林阳明，林阳明吼，啊是台湾真有名一个作家，还有做真侪台语诗吼。 有来无？看无来，看。那条吼一个音乐家叫做萧泰然，萧泰然，伫美国啊，甲抱一个，刚伫美国抱的款。其实这条歌，毋是徐锦存头一个唱的，是邱垂贞，苦水丁吼。邱垂贞就是迄个时阵伫十几当前伫高雄啊，12月10号唱一个《望春风》，播放，去用遐关关三单歌。 也无讲半句话，这条歌叫做《毋通嫌台湾》，收伫邱垂贞捌出过的专辑，比徐锦存较早。啊，徐锦存伊出这个专辑，然后收这条，唱了真好，但是迄拢无偌好。咱今日要唱的这个上好。